我的快速帮你养只烤鸡吃了，快点快点！等一下你就别宰我了噻！嗯，真香啊！嗯嗯，你下次一定要好好说的，搞什么的？一天几小时，兄弟，是的。是啥是啥，不会不会，听清楚。我把头像抄自己。今天刚打一会儿，头都不能抄一些。哇，等我有了工资，我也没主持。大金大哥。 这小青在这儿，配点这个小汤汁哈。妈，嘴都嚼不过来了。嗯，太香了。哇，每天必吃的小鸡爪，哇，经络跟软骨。嗯。 嘎巴香，这个辣油是灵魂。你看，哎呦，这个小鸡，哇塞，经络和软骨，再来个香菜，在。哇塞，我跟你说，我说句实话，我夏天好，胃口不大好，但是我一吃这个海蜇丝就嘎好嘎喜欢，嗯。 哇塞！哎，配点这个黄瓜丝，配上一根这个香菜。嗯，哇，再来一口。啊！大家端过来。 是不是米线里面三种调料啊？一个大酱包，一个辣油包，还有一个是那个麻油包啊。岳父可以吃。哎呀，米线你看就这样子的，说的粗它不粗，说的细它不细，不是细的。来。 是啊，这个小壳，轻轻的这么一剥，看到没？不是这么轻轻把这边剥完了吗？然后哈，看好了，哎，把这个头上这个也给它剥掉，哎，这个这么完美啊！这个把这边这个青筋一撕，看到没？给它摘了，这个剩下籽哈，蘸点这个小醋，嗯，啊就。 今天就一个龙虾，给你吃吧。啊，吃哈，给你吃你就吃，真的是。哇，带膏。可以啊。这虾带膏。虾肥虾好吃。我今天吃个腿。我也要吃腿啊。这个虾的带膏，哎呦，这个帝王蟹。 妈呀，这蟹腿也太肥了吧！这个，哎呀，还是我对你好吧。哇，要过年了，来点好的。哇，这大肥腿。哎呀，太，这是我吃过最肥的。嗯，太嫩了。这样哈，对着它这个扒一下，一拽，哎，从这边。 一揪小味，小虾仁一去，蘸点小醋，嗯，鲜甜，太得劲儿了，嗯，一拽，一扒。
这么一揪，哎呀，又出来了。嗯，这边有点黄。嗯，哎，看看看看这肉。今天来一个小螃蟹，哎呀，这有点小，这是，哎呀，来一个，还剪开，看看肥不肥啊？嗯，虽然小，但是肉还挺肥的，配上我的小调料。哇，嗯。太香了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原味的，太香了。哎呀，嗯，哎呀妈妈，这汤太赞了！哎呀，还有一个虾皮，还有个虾皮，宝贝儿回去就这么喝，太满足了，满足。又吃帝王蟹了，吃帝王蟹就把你给叫过来，这么多好不好？这把蟹腿你给我剪开啊，我都走不动啊。我待会儿给你剪，你不是你急什么？哎呀呀呀，哎呀，看这大肉，这个都扎手知道吧，这玩意儿都扎手，沾点小醋。嗯，哇，这咋弄？我教你一个方法，看好了，不管还是快，你学会了没？学会了吧？啊。